西喜乐学堂 iBusiness， 神的应许照亮每一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水晶厨房。大家还记得我们前几集的播出吗？我们邀请水晶厨房到我们棚内来摄影的时候，我们就好期待亲自来吃他的料理，因为他的料理是有宣告的。他从不会做饭到如何做饭，完全是跟神宣告说，我想要做饭给很多人吃。我还记得这句话，对不对？水晶，对，没错。大家好，我是水晶，很高兴你们今天来到水晶厨房。对，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做很好玩的两道菜。对，为什么会很好玩的两道菜呢？因为呢，有一次我跟水晶在聊天的时候，就说，聊着聊着就说，哇，原来大家都有被抹黑的那个对呀、的状况的经验哦、喔。这种经验其实是不太好哦、喔。对啊，但是也不错啦，真的吗？对。说真的，这一集播出之后，观众朋友就有福了。有什么福呢？有口福，因为我们就研究了抹黑套餐。对，抹黑，一个是抹黑猪，然后一个是搞飞机。对，就是也安慰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就是说是，万一你要是有被抹黑的这种心情了，没有关系。今天水晶要来教我们做两道非常好玩的料理，其中一道叫做搞飞机，抹黑搞飞机，不是，这一个是搞飞机，搞飞机，那一个是抹黑猪，哦，抹黑猪，那它都是跟咖啡有关系，哦，跟咖啡有关系，对，所以我们这一次是合体哦，是用了我们的巴西咖啡的咖啡，还有用了水晶厨房的油技术啊，技术，对，我们要来做这两道菜呢的原因，真正的理由呢，我们是不是这个趣谈要由水晶来稍微分享一下？其实是有一天我听到了某一些俄语，就是有一些这种黑韩事件，然后我就在跟 Michelle 说，哎，我也有这些经验耶，那要不然我们来做一个抹黑猪好，跟咖啡有关系的料理。对，然后他就说那就抹黑猪好了。对，所以我就研发出来了抹黑猪、搞飞机，然后还有一个暗黑牛、只是今天没有牛哦，暗黑牛啊，你没有讲，我应该把那一头牛带过来，对，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有扭扭，对对 对， 对，我们下次我们要留到下次大家才会期待再来看。是啊，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被无论是被诽谤也好，或者是被攻击也好，我们明明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我们却没办法出手，也没有办法去动手，但我们怎么办呢？水晶老师呢，他就非常的正向，他就说没关系，我们来研发一些料理，我们就把这些抹黑我们的人把它给吃掉，对，然后你也开心哦。那这些食物呢，这些食材呢，也可以变成是鼓励更多人，安慰更多人的心，对吗？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研发。那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鸡腿是整个的鸡腿排，它是土鸡肉吗？还是一般的白肉？放山鸡腿，那如果不爱吃鸡腿、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不爱吃黑这个鸡腿肉，那也可以用鸡胸肉。真的，像我就不爱吃鸡胸肉，我爱吃腿肉，我也爱吃鸡腿肉。所以我们用鸡腿排，然后也可以做整只鸡啦。不过因为我们电视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所以鸡腿比较快。OK， 好，你是今天早上才宰的吗？昨天因为今天礼拜一是不宰鸡的。我如果跟你们说今天早上宰，你一定说老师你一定没有煮饭。OK， 对，没有，我们是昨天做的，然后我有把它冷冻下。是，好，是。那我们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这一道搞飞机，你想要怎么做呢？搞飞机跟这个抹黑猪其实是一样的，那只是比例会有点不同。是，就是你会看到我桌上有这么多的香料，对，有盐，然后有香菜叶，有这个姜黄粉，对，然后白胡椒粉，对，然后跟咖啡粉，对，然后我们等一下把它和在一起之后抹在上面。它需要腌制时间吗？腌最越久越好吃，但我觉得其实因为以我的个性是，我觉得这个肉本来就很好吃了， okay， 好，所以这个咖啡只是让它加分。所以今天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现场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录影呢，所以我们水晶老师就从白肉开始，完全都没有腌制，他等一下会开始做一个腌制的过程，跟他调味的过程，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一饱耳福呢。那我们现场的同工呢，等一下也能够一饱
口服，对，是一包眼福。哦，观众朋友是一包眼福哈。那我们现场的同工就是一包口服，对哈。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期待，我们还留了三分之一的胃口。太好了，对，好啊。那我们开始来动手，来看看我们水晶老师怎么来做这一道料理哈。那他在做的同时呢，其实有一句经，有一句那个圣经的话，我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安慰了就是水晶他曾经被抹黑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因为你是越软弱，神的能力就越在我们的当中显得完全，对吗？我最喜欢这句了，真的哦，真的，啊，哇！我今天在整理这些金句的时候，我就想说，来对为水晶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金句呢？结果真的是圣灵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对啊，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现在下的是姜黄、咖啡粉、胡椒。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十家电视台主持这样的一个就是外景的这样的一个美食节目哦。对啊，其实你知道吗，水晶美食节目是我的梦想，真的哦，我好喜欢吃，所以我也好喜欢采访，但其实我自己也爱做料理，但是我做的没有你这么道地，对，没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对，而且我今天加的，你们不要问我说啊这个比例要用多少，你完全是经验值，没有，是大家喜欢，比如说我喜欢姜黄粉的味道重一点，我就加多一点，你就多一点，哦，对，所以就不需要特别，好，特别说要多少，所以是完全是依照你的喜欢的比例，对，哦 okay， 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搅一搅，好，把这几个你大家观众朋友看到的这几个调味粉，它每一个几乎都加了一点点，然后特别是加了咖啡粉。然后我会加我自己的油，那我这个是洛梨大蒜口味，洛梨，那如果你喜欢，因为我有红椒的，然后我有柠檬，或是我有芝麻油，或是夏威夷，感觉柠檬不错，柠檬也不错，柠檬加肉好像有点去腥的效果哈，还有提升它的甜味，是，但因为其实这个咖啡粉就有去腥的效果了 ，OK， 所以对，我们可以柠檬也可以等一下外加，是，对，那我们就把它搅一搅，和在一起。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有趣的是，因为我们今天采访的是水晶厨房，我们等一下就要带观众来吃他的料理哦，对，但是很抱歉，你们真的就是一饱眼福哦，对。好，然后我们这个鸡皮呢要把它打开，因为我希望这个肉呢，来。肉也可以有咖啡的味道，哇，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变成搞飞机，好有趣的一道料理，很好玩，对，把它抹一抹，水晶老师刚有洗手吗？有，对，我替观众朋友问的，有、哦，现在的食安都非常的严谨哦，对。有一定要洗手哇！这样抹上去之后，感觉那个色香味我已经闻到了耶，味道。等一下再烤了哇！对啊，我们前面的导演跟导播还有我们的摄影助理呢，他们已经在食指大动了。因为等一下应该是我自己吃掉，因为吃真的吗？没有，好，那我们可能就不回去了。对啊，对，好，那我们就把它抹一抹。对对，就两面抹，里面也抹，这样子等一下就可以去烤了。对，那我们烤的时候呢，如果你时间比较多一点，想要漂亮一点，你就把它卷起来。哦，可以这样烤。好，那我们今天时间没这么多，是，所以我们就直接用煎的吗？没有，我们等一下直接送烤箱。哦，okay，就像单品放着。所以它有温度吗？没有，等一下送烤箱，烤箱已经预热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再做下一道料理。我们就一起把它给就是和上去，对不对？对，和出去了。但是我需要那个洗一下手。好，所以来，好，那当你去洗手的时候呢？水晶厨房呢，它是位于桃园，桃园这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请上网去搜寻一下水晶厨房，水晶厨房。它的料理呢，它就是一个私厨的一个料理，可以接受客人。定位对吗？可以，你喜欢吃牛的不吃牛的，喜欢吃猪的不吃猪的，喜欢吃鸡不喜欢吃鸡的，我好像在绕口令了。对，都可以。对，你喜欢吃什么？像我都不爱吃香菜，我第一次预约水晶厨房，他给我准备了一大把香菜，我就知道毁了。但是他的反应机制真的很快，虽然我没有吃到那一道毁掉的香菜料理，他马上做了一道比这个香菜料理更好吃的一个沙拉，对不对？对不对？我记得当时是这样，
明明就都很好吃，真的是很好吃啊。对啊，没有特别好吃，就是每个人来，你可以先跟我说你不想要吃牛肉，因为台湾的人好像比较少吃牛肉。是，然后但是现在有很多印尼或是哪边来的朋友，他们不吃猪肉，也可以说我不吃猪肉，那我就会注意我的食物。对，所以吃素的也可以来预约吗？吃素也可以，也可以。你吃素的也在行吗？在行，但我不是用外面卖的那个素食料理，我是用菜。对，我主要是以菜以菜入味。对对对，哇，这真的是很了不起哦！每一个人真的都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哦。我记得第一次采访水晶的时候呢，他有提到就是说。有就是家人的一些离去哦，对对 对, 对，让他生活顿时感到了孤单哦，是，他就跟上帝祈求说，看上帝能不能给他有一个做饭做菜的这样的一个好料理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因为他想借由做饭做菜呢来给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对对，也增加你生活中的一些乐趣跟乐趣，对不对？哈，因为朋友越来越少哦，对。当你会煮饭会做菜的时候呢，其实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是吗？你有这种感觉吗？我没有哎、欸，因为我朋友一直都还蛮多的。对对啊，那我觉得我朋友是越来越少了，我应该要检讨哦。真的，因为我越来越忙碌哦，越来越没有时间，越来越没有时间做饭哦。像以前我跟水晶一样，也非常爱做料理的时候，我当时的朋友应该是多的，一天到晚我都约朋友到家里来吃饭哦。对啊，那我现在看到水晶现在在下的第二道是。这个就是抹黑猪啊，抹黑猪哦。其实这个对我们节目来讲也是有点趣味了哈。对，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有安慰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哦。是，对啊，是。你看他这样子黑噜噜的，其实都是谁的功劳？抹黑的功劳哎。所以你看水晶他现在的手势，其实你现在就在抹黑哎。对呀、啊。我要抹黑一下别人啊！真的，对啊，比如说很多人啊，最近都我知道最近时事不都在炒那个对那个美猪吗？美猪哦，对，但我一定要讲，台湾猪太好吃了，所以真的吗？对，所以我们要抹黑一下，把它变成。不知道是哪来的猪肉，是哈、哦，对。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抹黑的对象不是鸡就是猪哎、欸，是啊，是哦，是啊。然后我还做了鱼跟暗黑牛跟那个，哦，还有暗黑牛，乌漆嘛黑的鱼，乌漆嘛黑的鱼。好，越来越有趣了，我们这样两个好了，来，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把它送进烤箱。OK， 好，对，好。那剩下这个酱啊，对，其实你如果还有一点点。我们如果还有什么剩下的肉啊，就可以把它腌一腌，或者是蔬菜呢，也可以下去烤嘛，用这样的酱料。如果是蔬菜的话，要把它变成汁哦，要把它变成汁，就是另外一种料理，哦、因为这个太粗、哦、okay, 是。那这些咖啡渣到时候是可以吃的吗？可以吃的，是哦。其实咖啡对身体很好，它非常的抗氧化。那我们一般都是用喝的 ，OK。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可以把它一起吃进去。我有听我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姐妹呢，于安她说呢，其实咖啡她吃我的咖啡粉是用生吃的。是啊是啊。她说咖啡粉生吃其实它就是个酵素哎。对啊。哎，我觉得它这样的一个概念反而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酵素。是。所以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搞飞机跟这个抹黑猪呢，对，其实就是咖啡酵素的这样的一道料理，是吗？是啊，是哇，真的、啊，就是我们其实一般都一直以为咖啡用喝的，对，很多人就说，哎，我咖啡用喝的啊，那个咖啡粉怎样？其实咖啡粉是最有营养的哦，是吗？对，它有很多的矿物质，所以其实像我每次把那个咖啡泡完的那个粉，我都会拿去种在外面哦，让我的植物有很多营养哦，但是你不能种太，不能放太多、哦，因为它养分很够，对。因为这个经验我是有的，因为我们开咖啡馆嘛，你知道剩最多的就是咖啡渣，我们就是拿来放在我们的盆栽，结果全部都死光。牛牛，你要来跟大家打招呼吗？哇，牛牛，嗨，我们的牛牛，我们今天没有准备牛啊，牛牛来了，那我就先把它送进烤箱喽。OK， 来，我们让摄影机拍一下哦，这个是。抹黑猪搞飞机对、哦、我们等一下烤完之后就来跟观众朋友见面哈。是、哦、那你先去烤对啊来我们摄影机可以看到这一只牛牛吗
看得到吗？看不到哈，牛牛，来，你又不能坐上来哦。不行。这个水晶厨房最大的一个特色呢，就是长期以来都有一只牛牛，有一只大狗呢陪伴着它。这一只大狗呢，其实听说也是带给它很多的这种生命当中的这种遇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挫折，都是这一只狗狗陪伴它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哦。那水晶呢，它除了有私厨以外呢，它旁边这些大家有看到这些料理包哦，有看到贡丸，还有看到甜不辣。其实水晶它个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真空包的这些料理，属于私厨的料理都是做宅配的，对吗？对，哈，全省都可以做宅配哦。而且它非常的养生，它完全刚刚我们在节目开播之前呢，它请了我们吃绿豆芋圆跟绿豆藕。还有地瓜，对，对，它是完全跟外面果粉的那种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吃到的是完全整颗的芋头的原料跟地瓜的这个原料，这个好特别哦。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外面都是硬硬的，吃起来就像汤圆啊。所以我觉得我吃藕泥对我来讲就像吃汤圆没两样。因为我喜欢吃真的食物，天然，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芋圆吃到都是 QQ 的，都是粉，对，那我就吃粉就好了，对，好像也是，对啊，所以我才想要用，对，所以身边有一个这样的私厨真的很不错，他会告诉你怎么吃，吃的健康，怎么吃，吃的养生哦。像我们就傻傻的，我觉得吃藕泥跟吃汤圆就是都一样，只是颜色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这么白痴，没有没有，大家都以为那个是才是真正的吃法哦，是吗？对对，所以你做了真的完全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料理，像这是四神汤，四神汤哦，你连四神汤也有做这种真空包，所以它全省宅配这个都有，对对对，除了这个以外，我记得你还有海鲜饼、香肠、鱼酥、海鲜饼、鱼酥、香肠，对，我有买它的香肠，高粱的香肠，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酒味，当然啦，对，酒味真的非常的多。我跟我的儿子一人吃两根，我们就去睡觉了，太好了。所以如果失眠的朋友要来买我的香肠，那真的他的香肠真的是完全没有那个肉的这种腥味哦。一方面我觉得他的高粱酒用了特别好的高粱酒，他不是用一般的高粱酒，不是，我们是用真正58度的高粱酒。是哦，哇，你看真的都是不惜成本哦。是，为什么你的食材都用到这么好，那你用到这么好呢？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餐厅业者要跟你配合，可能也很难配合，会比较难，对，除非说它是属于收高价位的。是，我为什么会用比较好的食材，是因为我上次参加来你的节目的时候说，因为妈妈跟姐姐就是癌症过世嘛，对对对，然后我就总觉得说他们在吃东西上好像都是姐姐都喜欢吃外面，然后妈妈都乱买乱做，对对对，然后又用不好的油，是。那我觉得如果你用好的食材，其实很多人会跟我抱怨说我不会煮，我发现你用好的食材，它就会根本就不用什么煮就可以煮出好，就只要熟了就好吃，对不对？对对 对, 对, 对，就像我们 Jack 刚刚讲的一样，熟了就能吃了，对对对，就熟了就可以吃了，对那这个我想比较好奇的是这个甜不辣，是这个甜不辣，你是我们收到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它的料理？我其实有很多种做法，像这个汤的话，我是冷凍隔水加热，没有没有，你直接把它拆开，等一下就把它拆开加热了。所以这些纸袋都不是隔水加热的，可以，但我还是不建议，毕竟它是塑胶。OK， 好。然后这个甜不辣，你可以直接丢在汤里面煮丢或者是气炸锅，现在很流行的气炸锅用炸的OK， 对。然后或者是把它切一切，炒什么芹菜啊、韭菜啊。白菜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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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或者是炒面、炒饭啊，哇，你随便讲就讲出好几道料理，我都一直就觉得甜不辣就像西门町的那种甜不辣，就是煮一煮，然后酱沾一沾就可以吃了，那就有一点无聊，因为买一种食材你只做一种做法，我觉得太无聊了，是 是, 是，所以我每天其实都在想要怎么帮助你们增加你们的食欲做法，健康，对，健康的做法，对，那贡丸的话你也可以烤啊，像我有时候啊，就想要假装我有。去外面烤肉，我就把它串四个，然后放在烤箱，假装它是串烧，所以这样子也可以玩，也可以对。然后或者是在汤里面煮，或是切一半可以炒芹菜。是，那下次再来试一下抹黑贡丸哦。
抹黑贡丸其实也可以、哦、用烤的、哦、对对对对，把它抹一抹然后去吃看、哦、抹黑甜不辣说不定、哦、okay, 对啊，所以大家知道了吗，这一集做完之后呢，我们水晶老师就变成了抹黑天后。不要、哦、我不要，我是解抹黑天后、解抹黑天后，哇 OK 好，那我们就来煮汤。好，煮汤，那我先去拿剪刀。那我们的那个烤箱里面的抹黑猪跟我们的搞飞机要几分钟？大概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啊？对，哇，我们要等三十分钟的时间，没关系，节目走着走着也很快哦。对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聊一下油啊。哦、oh, ，OK， 好。对啊，听说油是你的强项，为什么呢？我很少看到私厨也会跟着研发油哎、欸。哦、oh, 嗯，基本上私厨不太会用、不太会用油的，不太会用这么好的油，是因为第一它真的很贵。对对，那我特别会、要用这个油，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太会用油，是，所以我想要。教你们怎么用 ，OK？ 对，那油不是只有炒菜，油要喝。OK。那我们上一次有看过我的节目，就知道说我有特别介绍为什么要喝油。对。所以我们身体上本来就，细胞里面需要油脂。对。然后还有神经也需要这个油的养分来保养。有，我自从认识了水晶老师之后呢，从上一次的节目到现在，我已经喝完了这一瓶油。这一瓶油叫做什么呢？叫做顶级澳洲葡萄油，对对，它是夏威夷果仁，对吗？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冷冻包出来，对，好，就会这样子。四神汤，对，我这里面已经加满了很多酒，所以如果有人想再多一点酒，就自己加，或是不要酒的话，要先跟我说。哦 ，OK， 所以连这个也可以客制化，对对，好。然后我们就把它打开，好，好，那我现在。接着你在煮的过程里面，我接着继续介绍这一瓶油呢。这一瓶油呢，其实我每一天都配着我的黑咖啡。对，上次水晶老师好像是说，几 CC， 五 CC 哦。对。但是我就跟你一样，学着一个所谓的经验值呢，我就是直接倒了。哦，可以。我直接倒了，那我都觉得我可能应该每天都喝到了十 CC 吧。没问题。对。所以我就是配着黑咖啡喝着它，哎，喝着喝着，我觉得有点习惯了、真的、哦。现在喝到没有油的咖啡，会觉得涩涩的，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咖啡本来有油的话就会比较润滑、啊、对对对，所以如果比较滑口，对，比较滑口，那你如果没有油脂的话，如果它又不是很好的咖啡，它会比较酸，比较涩，对，所以你加了油脂之后，它会把这个酸涩给带走。哦，是哈，对啊，因为我加了之后，我发现说，哎，我就上瘾了，哎，是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呢，我都不知道人体是缺油的哦，我们都觉得要少油才对啊。对，可是认识水晶之后，我觉得我所有的养生的概念就是都被我颠覆了，对，全部都被他颠覆了、欸，哎，对啊，对啊，这也算是一种思想抹黑嘛，是，是思想进化、哦，思想进化，对， okay, 我们等一下要煮几颗贡丸呢？好多人，好，那来煮几颗， okay, 好，来，嘿，你就告，所以你直接放进去吗？还没，我会等它差不多滚了一下，哦 ，OK， 好，对，所以它这个出来解冻之后才煮吗？还是不解冻就不解冻也可以，哦，不解冻也可以 ，OK， 我自己啦，因为我其实常常就是我想吃什么，我就会去冰箱拿。OK， 所以我不会先解冻。OK， 那因为今天要拍，对，要拍节目，对，所以我想说先解冻，你们比较好，比较快，比较也比较好拍。对对对，哇，我看你这个猪大肠用的都非常好，哎，是啊，我的肠子洗得很干净哦。对，不但是肠子，因为我自己很爱吃肠啊，什么大肠啊、小肠啊，这里面有很多矿物质，本肠啊什么的，我都爱吃肠类内脏的东西，这样是，对啊，所以我一看。嗯，好香哦！对，真的我们家甜不辣也跟人家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人买了我们家甜不辣就说啊，这怎么跟外面的不太一样？我到目前为止吃到在外面跟你一样同样的食材，你真的完全都跟别人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是，对，对对，光是刚刚的这一个，我们再来介绍这一个好了，好不好？对啊。哦，好啊，对啊，怎么突然间变成食物了？这个，对啊，因为你在四周的，你等一下有什么东西没收好的，小心我都会拿出来看哦。好可怕！这个就是水晶做的藕泥，这个就是他做的地瓜，这个做的藕泥做的地瓜，地瓜圆，这个我实在是不太会讲哦。对，地瓜圆，地瓜圆跟芋圆哦，对，它完全是地瓜的真材实料，还有芋头的真材实料，因为我刚吃下去，我就期待那一种，就是不是期待，就是我们一般吃到的那一种
汤圆的那种粉哦，那种糯米的那个感觉，是是，就会觉得会一定会很撑哦，所以我多给了那个芷恩两颗，我就有点后悔，你知道吗？因为真的好好吃哦。我们这个、啊、我做大颗的是因为我想要用炸的哦，用炸的，因为外面不是很流行那个哦炸汤圆。炸芋圆吧？哦，真的吗？我没有吃过哦，就是人家喜宴前面都会有一道炸，对对对对，炸的芋圆啊、汤圆什么的，然后我想要综合，对，然后我这里面几乎都是芋头，然后我没有加什么糖，对，所以刚刚其实我们吃起来是不甜的，真的也都好原味哦。对啊，对，我现在在想着刚刚指的那两颗地瓜圆，还是等一下给你抱回家。对啊，哦，真的吗？太好了，真的，对啊，做节目就是有这个好处，剩下的我们都带走。对，好，好，来，那我们就让它煮一下，好。来，对，那我可以在煮一下的同时，我把它给做一个 ending 好了。你看，这个就是他刚刚做的芋头，为什么要把我的食物都搬出来？跟地瓜，因为你就摆在他旁边，我就觉得一起介绍。我这个是、这个、好吃哎、欸，这个是等一下我想要做沙拉给你们吃，就是我只要淋油，然后你们等一下吃吃看哦，就是连粉都没有加，真的吗？哇，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就是、对，我其实是用压力锅煮的，对，然后。刚刚他们有问我说，对，欸，你最厉害的料理是什么？我说我最厉害的料理就是我其实很会用压力锅煮东西。哦，真的。对，因为压力锅压这个很快，大概三分钟吧。你有没有开课过啊？我有，我有。真的吗？哇，下一次如果有在压力锅的课程，你一定要通知我。可以教你们做什么很好吃的番茄牛肉。哦，上次你吃的番茄炖牛肉，對對對對，你是把水加多一点就好了。对对对 对, 對 okay, 但我的番茄牛肉是料很多，汤很少，真的是，真的我们爱喝汤的哦。它的这个方式，你一定要多加点汤。是是是，对啊。Okay, 但我就喜欢吃料啊。好，这个就不用了，这玉米笋。对对。好，我们让它滚起来就好了。所以你把贡丸丢进去了、欸？对，贡丸跟甜不辣，我就把它丢进去， oh, okay. 不用解冻，直接冷冻丢进去。哦、oh, ，我觉得这太适合我了。我就是什么食物都不爱解冻，就直接丢下去。对呀、啊，反正我觉得热水就是会去加温它。是是是，对啊，而且但只是甜不辣一下就会熟了， oh, okay, 所以我会等它这个差不多热了，我才把东西都丢进去。哇，大家有闻到香味了吗？观众朋友没有闻到香味呢，真的好香哦。对呀、啊，对啊，我在你旁边就有那一种迷惑我受不了的这种诱惑。那个其实最受不了应该是这一只吧，牛牛，对啊，只要每次有香味它就会来了。你这里后面应该给它架个舞台，对啊，真的下次有节目它就直接站在上面，直接站在我们的旁边，多好、哦、好啊，对啊，因为我们的摄影机的镜头没有办法带到这一只牛牛，真的、哦、上一次在我们棚内的时候我们有介绍过它、哦、是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哦、有了有了有了，哇，我们的 Jack 好厉害哦，来牛牛，来来看一下镜头、哦，来，结果他看我，他其实想要吃的，对哦，这个就是其实他才是水晶厨房真正的主人，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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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应该改名字哈、哦，叫牛牛厨房，牛牛厨房，对，对，然后来的都是一头牛，对呀、啊，对，好，哇，这个，那我们等一下滚起来，我们其实就可以吃了。OK， 对，那除了这几道料理之外，还有我们的油，你有没有特别哪一瓶油要特别介绍？我其实有几支，对，像上次我们有特别讲在节目，还是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之后再来讲，因为这讲可能要讲一下。OK 啊，可以啊，那我们来等这一道料理好不好？这一道料理好了之后呢，对，我们要加油。对哦，你会要加哪一瓶油？加辣的，辣的哦，加辣的，我上次没有喝到辣油，嗯、好哦，来。这样没有像梦幻仙境里面，我是仙子，你是仙女，我最喜欢煮饭的时候来这样来，辣油不在这里，我们等一下分那小碗的时候加哦，再加 OK， 就感觉像加香油，对啊，我们来看一下滚烫来，哇，我看到前面的几位同工，每一个都露出笑容，对，每个人都很想要吃，都对为对他露出了很甜美的笑容，是，对啊，那我们就。好，那我们就进一下广告，我们再来继续水晶厨房的美食抹黑料理。好，
30家电视台现在在 Facebook 有自己的粉丝专页咯，只需要在 Facebook 搜寻台湾10家电视台，即可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点击进去后，请不要忘记按赞及分享，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台湾10家电视台的最新节目以及消息。也透过分享，让更多人看到上帝在台湾的奇妙作为。让我们一起来支持台湾10家电视台。喜乐学堂 iBusiness， 我们再次回到节目里面来。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我觉得这句话就应验在水晶之前的刚才的宣告，做了、果然做了一手好料理耶。我们刚刚休息的时间呢，其实他已经完成了四神汤哦。对呀、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的四神汤？我的四神汤其实是真的，四神就是会有茯苓、莲子、芡实，然后还有淮山，就是山药。对，然后最重要是呢，我大概一次煮的时候是50份的汤，哇，对，50份的汤我就会用到3副的猪大骨，哇，3副哦，所以真的是很原汁原味啊。对，因为我觉得既然要喝汤，我很喜欢那个味道要重一点，对，然后里面还有小肠。哇，那当你在介绍的时候，我要先来尝一尝哦。可以啊，可以，我等一下还有一碗，对对对，我们来添给大家看一下哦。对对对，对。它很特别，加了贡丸，还有甜不辣都在里面，全部都是它的料理哦。是，那我里面呢已经加了很多酒，所以你们可以。还好我今天没有开车哎、真的，对，很浓，对不对？酒味真的好浓哦。对，这个等一下有骑车的千万不能不喝的，好喝的是好，不能喝，不能不喝一口，真的一定要喝的哈，其他的都要带回去。那我的这个四神汤啊，主要是因为阿嬷以前小时候都是这样煮的，但我在外面吃的时候，我总觉得不知道是少了什么味道，就可能四神里面少了2神，对，然后或者是酒不够，酒当然可以外加，然后有最主要是那个肠子有时候洗得不干净，会吃到苦苦的。那我就每天我做这道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就是洗肠子。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刚刚吃的肠子。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真的好特别。我们一般如果想到这种就是真空包的这种料理，肠子吃起来应该是软软烂烂的感觉，有没有哈？但是我觉得它不会，它是脆脆的耶。对啊，而且是有咬劲的，是，可见水晶用的食材真的是，对，我们真材实料。我们连在买肠子的时候，老板都会特别给我比较好的肠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你有好心肠。他说因为我们要卖的比较好的，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因为另外的食肠子，所以给你好的猪肠，真的好，原来是这样。没有，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对肠子没那么挑，那因为我比较挑，所以他都会特别留很好的肠子。我知道水晶其实他不只是挑肠子，是他什么都挑，他任何的一个食材都挑，是啊是啊，我连中药这个四神我都是在迪化街的中药行卖的。对啊，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那个四神汤的那个材料？材料，对啊，我刚刚有讲了，有茯苓，然后有山药有莲子，然后还有淮山。哦，真的，你都念都背起来了吗？对，背起来，因为我每天都在加。厉害。然后我们还有主要还要用当归去腥。哦，真的、对，因为一般我煮汤都会用洋葱，可是这个四神汤用洋葱会怪怪的，因为毕竟不够传统，所以我会用当归。是。然后煮过的当归，然后我再加薏仁。嗯。那所以这一道料理其实是4季都可以吃，夏天去湿，然后冬天的话可以增加这个暖度。所以它很适合，365天每天来一包。那我爆一个小料可以吗？哦，好啊。我的朋友刚生完，不要抹黑别人哦。可以说没有，他生完小孩，对，然后他就常常需要母奶嘛。对，他说只要喝水晶的汤，尤其是四神汤，他就爆奶。
哇，所以这一道汤它都叫爆奶汤。哇，真的是是。那我还能喝吗？可以啊，我们可以有美丽的身材。哦，没有啊，那个。那你有常常喝吗？我有，我有，我一个礼拜要喝三次。你看有没有美丽身材？有哈，感觉蛮爆的，蛮爆料的。没有没有没有，然后所以就是表示我们这个汤是够浓郁的，是对，所以才会让那个奶充足，所以如果产妇妈妈们需要的话，可以打一下十家辨识的电话，对、啊、或是水晶厨房、嗯、对, 对，就是经过他这样的介绍之后，我又多喝了两口汤，真的好，你不觉得这汤真的很赞，好、哦、而且颜色很漂亮，它不会灼灼的，对，不会，它就是非常的干净、哦、是它的汤，就因为那一碗被我喝差不多了，是，对啊，它的汤头就是非常的干净，就是如果以妈妈来做料理的话，这个真的是有功夫的汤头哦，对，就是用时间去熬炼的、哦、是，这个完全都可以看得出来、哦、是那里面呢，我在四神汤里面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加过那个甜不辣跟贡丸，对不对，还有贡丸啊，对啊，这个是刚刚突发奇想的，还是你本来就这样做呢？没有，我其实很喜欢在汤里面乱加东西，嗯，那因为我自己爱吃甜不辣跟贡丸，对，就是其实我做的东西是因为我爱吃，所以我才做、哦、是，那这是小时候奶奶做给我们吃的，对，所以我就想说要怀念奶奶嘛，那就把所有都加起来，是，所以这个又叫做怀念奶奶的奶奶汤对啊，所以又加贡丸跟甜不辣，嗯，我觉得你的甜不辣也好特别，它也不是软软烂烂的那一种，它是 QQ 的 Q 的，而且是非常 Q 欸，是，而且我们粉加的很少，真的，为什么？是因为外面的甜不辣粉都加的特别多吗？我没有说我也没有说 对我只是问，没有人回我，没有人理我，我没有我不知道，所以我主要是因为我都用比较多的鱼去打，然后我们用特殊的方法哦，所以它是有鱼浆，它是用新鲜的鱼去打的，哇，新鲜的鱼去打的，而且还不是鱼浆哎、欸，对，就是把鱼做处理完之后再打成鱼浆，然后再做成甜不辣。这个观众朋友有机会你一定要订来吃，它真的是我吃过所有的甜不辣最好吃的。因为老实讲，我不太爱吃甜不辣，是，但是我很喜欢吃西门町的那个甜不辣。其实我是爱吃它的那个酱，对，对，我知道。还有剩下的那些酱，我去那个漂两碗汤，对对对对，然后要把它混在一起，对对对。我觉得是喜欢吃那个味道，是，但是它没有它这么 Q 哎、欸，对，真的，它完全是非常非常的 Q 哎、欸，哦，这个我太爱了，对啊，我这个超多人团购的，是哦，哇，对，那我们可以透过十家电视台也可以来团购，是，这些你今天所有介绍的产品，可以，观众朋友也可以上网到水晶厨房去看它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团购，在家里我们自己就可以当一个私厨，是啊是啊，对，也可以当一个好妈妈，对对，虽然我不会料理也没关系，我用的是水晶厨房的私厨的料理，是，我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不但直接加热可以吃呢，一些婆婆妈妈也可以再加一些她自己喜欢的，对，比如说像我这个啊，有时候我会加面条跟高丽菜，哦，对，就变成一个四神火锅的概念，哦，对，我正要说就像是一个火锅，对对对对，什么都什么都放了，是啊是，那我现在看到了这个贡丸，对，我这个是全猪肉贡丸、啊、好扎实哎、欸！对，我赶快来，你需要一根筷子吗？不用，真的吗？这样你可以吃吗？对， 我想要吃一口，好，对，看看，好，你继续介绍，好，所以像这个猪肉啊，这也都是黑猪肉，我们现在用的都是台湾黑猪肉，因为我喜欢台湾的猪肉，我觉得台湾猪肉超好吃的，不用什么调味就甜甜的、嗯、然后我这个贡丸就是都用黑猪肉去手打的，他的贡丸，你的东西为什么都跟别人不一样，你的贡丸也特别硬，因为我就是我有特殊做法，我没有加粉，我也没有加什么蓬松剂什么的、嗯、对，哦，所以因为外面的贡丸我吃起来它是有点空间，是，对，然后有点松软松软的感觉，对，他们家没有办法这么结实，对，我们是真的手打的，所以 我要去一下烤箱可以吗？所以我感觉呢，它的一个贡丸呢可以做成三个到五个概念的，对啊，真的是非常的扎实，它的油布料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而且我觉得哇，真的水晶你真的是太棒了，对啊，你的甜不辣跟你的贡丸都完全跟别人都不一样，而且吃起来那种 Q 劲跟咬劲呢，真的完全不像我在菜市场或在一般超市里面所买到的吃到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呢。水晶呢，它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那我们知道他有很多的人生的事件都是经过很多的祷告，
如今走到这里啊、是真的我们一路这样子听他分享着他的一个生命故事，我觉得神在我们的当中哦，对啊，带领着我们，就像每一个就像一根柱一样，一个一个把它串联起来哦，对啊，你等一下哦，嗯、对，我要想要请你加个东西，你再吃吃看 ，OK 好，这是我的红椒，哦、对。对，红椒洛梨油里淋一点点在上面。我要淋哪一瓶？这一支，对，我自己淋吗？对，你淋淋看，然后你喝喝看。这一瓶是水晶的红椒辣油。对，建议我呢，在他的四神汤里面淋上这些油。老实讲，我其实是不太看好，也不太，你一定会爱上的。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四神汤里面要加油呢？因为它这个其实是胡椒的味道。好，我就来听水晶的意见看看哦，哈，对啊，你要喊停哦。好。好听， okay, 对，我如果是我会加更多了。我舍不得，因为你的油这么贵。哪会呀、啊？好，大家要抓住我的表情。好，那你喝一下，我要来拿盘子，等一下我们要来吃这个。哇，天哪，它完全提味，是不是不一样的味道？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就跟你说啦。是，下半段喝的是酸辣汤，没有，就有一点辣辣胡椒香，对，哎、欸，很特别，对，就是应该是说完全没有那些就是内脏啊，或者是肉的这些腥味，是，是不是让你很惊艳？太惊艳了，那个我们的冯公放心哦，这前面还有三碗，我吃的是我这一碗，对。好，然后现在我们我的倒飞机跟抹黑猪出来了，出来了，对，好，所以我们水晶表演，来吃吃看鸡肉好吗？嗯，好，等一下，还需要去皮吗？不用不用，我们的皮，我们这个鸡啊是朋友自己养的鸡肉，所以它是没有打针跟喂药的，所以不用紧张。哇，还有汁喷出来，对，要小心。哇，我们牛牛已经在旁边等候了，它闻到香味。对呀、啊，我帮你再切一半，对不对？你看这个出来的色泽。哇，真的耶，这个。你不要吃皮吗？啊？你要吃皮吗？哎、欸，不要。对。OK， 好。很烫哦，要小心。这个是我们刚出炉的搞杯鸡。对。这一口正要进入我的口中，我先闻一下。其实我在讲搞什么飞机的意思，搞飞机，搞什么飞机啊？对啊，搞咖啡鸡腿，搞飞机，搞咖啡鸡腿，对对。下次不要再抹黑别人了，你可以抹黑鸡，抹黑猪，抹黑你。下次不要抹黑别人、哦，对，千万不要再抹黑别人，是，可以抹黑食物来吃，对哦，把它吃掉。那你吃完这个，我们要来吃猪肉哈。牛牛，你不要在这里。觉得这是妙不可言。如何？好不好吃？有没有很特别？好特别哦。对，你不觉得它的那个？而且我吃得到咖啡渣哎、欸。是。而且它的咖啡渣跟它的肉是非常入味哎、欸。对，所以你看，根本不需要腌肉。真的。对，其实真正的好的食材啊，尤其是肉类这些，这我是从来不腌的，主要是因为我的肉都很新鲜，嗯，所以我不需要特别去要去腥或干嘛。嗯，那像这个鸡肉来的时候，你加了咖啡的味道，它会让你的鸡肉的甜味马上提升起来。嗯，对，所以是完全不同的。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你继续说吧。我们现在来吃一下猪肉好了。对，我们这个是抹黑猪。不可以抹黑人哦。那猪肉的部位啊，之后会变这样黑噜噜。猪肉的部位啊，其实你可以用，我其实比较喜欢用梅花肉。嗯。但有些人不爱吃这么多肥肉。嗯。所以你可以用三层肉的底层，对，它有底层，然后或者是买那个什么二层肉啊，或者是什么肉都可以，猪脚也可以。是。对，好，那我们来切一下吃吃看哦。刚刚吃的抹黑搞飞机哦，对啊，现在我们吃的是抹黑猪，对，它真的是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口感，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一个食物，可以把这个咖啡入味，因为水晶的创意呢，他说这就是抹黑哦，对，我们不要去抹黑别人，我们来抹黑这些鸡啊、猪啊、这些肉品来吃吃看。
哇，它的我都碰到鼻子了。我觉得它的香味跟刚刚又不一样，不一样，对，不一样。因为这个的咖啡，因为猪肉的肉质比较粗，所以咖啡的味，咖啡粉要比较多。那鸡肉比较细，所以咖啡粉要比较少。牛在流口水了。对，如何？猪的味道如何？吃不到猪的味道、欸、吃不到，对不对？嗯、对，所以完全没有猪肉的腥味、欸、对，这就是抹黑，我们把它都吃掉。我们就要原谅那些抹黑我们的人，叫他不要再搞飞机，然后不要再抹黑我们。阿门。对，所以下次呢，还有暗黑牛，就是你吃了那个牛肉之后，你就不会到暗黑的地方做坏事。会，那我们来一个光照猪如何？也可以啊，那个我来想一下用什么。对、嗯、对，哇，真的是太好吃了。是、嗯，那像这个吃鸡肉的时候啊，我有时候也是会再加一点油，比如说啊，我会加柠檬的，或者是大蒜的。我感觉加柠檬应该会很好哎、欸，可以、啊，因为我们像在吃烧肉的时候都会加那个柠檬哦、喔，所以你等一下那个肉就变成甜的，对啊，淋、把油放在这里，然后沾着喝。我可以再吃一小口的搞飞机吗？可以。对，我来沾一下这个柠檬油，太大口了。对啊，那刀子给你。对啊，等一下可以。对啊，等一下我来不及说话，那个，对，我来试一下。那个，我们同工忍耐一下哦，看着我吃一下，来。嗯。加柠檬好吃，对，就是加了油之后呢，你的食物的味道又不一样，整个提味，整个完全提味，是它的肉质呢变得更加的松软，松软，对，然后更加的入味，对，对啊、所以我很喜欢。刚刚的那个咖啡其实都已经又把它，对，就是吃的感觉就变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感。哎，那这样我的创意来喽，我们下一次就是可以有一些原味。然后再给它一个柠檬油，柠檬油，是，对，可以，就是让它这样沾着吃，可以，就会吃到两种口感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感的这样的一个搞飞机，对、嗯、对，所以我自己本身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喜欢做完料理之后，然后用我的油来提味，那也增加我喝油的机会。对，因为实在太多人不敢这样喝了。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两道，未来如果有客人要来订水晶厨房的抹黑猪或搞飞机，都有这两道食物吗？可以打电话来说，我想要吃、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就开放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如果你们有预约这个搞飞机或者是抹黑猪呢？可以透过十家电视台或者是水晶厨房，如果你打电话给水晶厨房，你要告诉他说我是十家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他会再额外招待你吃一道其他的料理，好不好？是，好，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约定，可以吗？好，可以哈。对，那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些冷冻包的这些食品呢，一样的，我们水晶厨房也是全省宅配，对吗？哈，全省宅配，对啊、哦。那全省宅配呢，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全省宅配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就是透过我们十家电视台的这样的一个观众朋友来预定呢，是我们在分享一个企业超越十一奉献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你只要透过这个电视台来订购我们水晶厨房的任何的一个产品呢，捐款的不是你，而是水晶厨房，是我捐款，都是我们的企业，对，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心爱主的心来摆上，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们都必须要吃饭哦，必须要吃好吃的料理哦。是我们今天特别来介绍我们的水晶厨房的这个抹黑机跟这个抹黑猪跟搞飞机，对，哇，今天这个太多这个名目了，好疗愈哦，对哈、哦嗯。然后我们其实上一次在节目中啊，有特别在跟朋友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说有牛牛就是喝这个黑种草，对对，好的，所以我今天又特别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黑种草、对，对，它就是对我们人体有一些帮助，对。然后我们这些油脂啊，就是如果你们来，有时候你们不知道怎么使用油的时候呢，可以来我这边上课，然后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用，然后为什么要喝油，然后怎么操作我们的油，这样是对是，所以这是我开厨房最大的，所以它不是抹黑油哈。不是，只有芝麻油可以叫抹黑油，对吧？
也都不是，好，也都不是，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样式哦，对啊，我们要不畏惧任何的抹黑，是，但是我们要勇敢的创意来创意我们的抹黑料理哦，对，我们把抹黑料理做完之后，把它一起吞进去，对，要学。主的样子，真的， 对，真的是要把他吞下去。他说不要深渊，深渊在主，不是在我们。对，我们只要把主必为我们抱怨。对，我们只要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对啊，我相信水晶在过去应该也遭受有一些就是这些抹黑跟攻击、哦。是，对啊。所以当这一次我们在闲聊聊起来的时候，哇，他非常的义愤填膺，就是说没关系，我们来创意抹黑料理哦，抹黑套餐，我们就这样子来了哦。对。对啊，来做一个抹黑套餐，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哦。是，那我相信在后续呢，你应该还会再研发更多有关于抹黑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吗？有啊，可以做。对啊，主要是应该会做进一步的像咖啡酱之类的。是，对。对，因为我其实上次有做过，我上次调的酱料比较多，对，所以我有把它留下来。是，然后我有把它淋成酱，就是再做不同的比例，对，淋成沙拉酱汁。那我的朋友也都说非常好吃。那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像你这么天才啊，就是这种瓶瓶罐罐加起来就变成了这些寿司啊，对啊。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请水晶来为我们就是研发个咖啡酱？就它现成的，我们只要回去就像烤肉酱、啊、抹一抹，我们就可以烤了，这样不是更简单吗？没问题啊、嗯、没问题、啊、好不好？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非常的期待哦，因为刚刚看他瓶瓶罐罐的，而且他也没有 SOP， 完全是他自己的经验值，哇，就这么来了，真的是好吃哎、欸、对啊哦，但是我们没有他这份天分，也没有他这样的一个天才哦，所以我们要特别来情商我们的水晶老师呢特别来为我们研发这个咖啡酱，抹黑咖啡酱还是抹黑酱，抹黑酱，抹黑酱，还是要坚持抹黑酱哦。对啊，是好、哦。那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一些这一些四神汤的这一些，我看到它的汤底还非常的丑哦。是、啊，如果我在家里，我觉得这些我可以再加个水，还可以变成一道汤吗？可以。那我可以再加个蔬菜，可以，你就加什么高丽菜啊，或是对，或是什么嗯。菠菜啊，对，白菜啊，对，通通都可以。对，它就变成一个锅，对不对？对。哦、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呢？因为其实它连最后一口汤我都不想浪费，你知道吗？你看，它连这么一点点汤，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它的浓稠吗？是啊，是啊。对啊，这些汤回去我可能还会再加十碗水啊。不用了，成一锅汤了啦，没有啦。对，变成一锅汤。这样不行，这样味道太少。真的吗？对。哇，真的。所以你应该是如果要煮火锅的话，就是刚刚这些汤，是再加个两倍的水吧。对，就可以变火锅汤了。好，那我额外再爆料一个好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还没开播之前呢，我刚刚跟我们的同工一起吃了一道叫做咖喱哦。咖喱炒饭哦，咖喱炒饭，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咖喱饭，它没有炒饭的感觉哦。对啊，可是它那个咖喱特别的香，特别的味道跟又跟别人不一样。对，因为我是在中药店特别请老板帮我磨的，就配的、啊、咖喱也可以在中药店磨啊。对啊，对，就是他会帮我们配好咖喱粉、嗯，对啊，对的那个比例。然后我不喜欢加什么东西，我就是用咖喱粉炒而已。对，所以那个观众朋友大概又多认识水晶老师，他的不一样哦。对啊，别人像我们都是去超市买个咖喱块回来融一融，就是一锅咖喱饭，他不要哦，他特别在中药店里面配了这个咖喱粉。哦，然后用它的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创意料理，变成了一道非常健康，而且我觉得吃的也不油腻，然后也也没有负担，没有。对，因为我不爱吃饭的，我刚刚那一盘我全部吃光了，而且没有，那饭很少。啊、是的吗？其实我可是肉好多哦，对，我就是料比饭还多的咖喱炒饭。对啊，哦，对，因为我喜欢很多菜，然后我们饭其实碳水不能吃太多，所以我都是只吃一点点。对，我听。听到这里之后呢，完全可以感受到，我有一个冲动，就是我要来再来预定我们水晶厨房的客制化的料理了。为什么呢？因为
大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专访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目，可以发现我们水晶老师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非常的随性哦，而且他的随性是随客人的性质哦，你爱吃什么就做什么给你吃，但是原物料你不要管我，我一定给你最好的，对是吗？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最近客人喜欢吃的是，因为感恩节快到了嘛，所以客人喜欢吃的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面包甘蔗鸡哦，面包甘蔗鸡，对，它是甘蔗鸡做完之后，外面有一层面包，所以很像火鸡的大小哦，真的吗？哇，就是那一只，就是把那只鸡变大的概念，是吧？对，然后大概六个人吃，然后大家都说那个面包跟就是西式的面包跟中式的甘蔗鸡怎么可以结合的这么完美？哇，那我的意思是因为我觉得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其实没有西式也没有中式，对，其实是。全部都是上帝的来的美食，所以我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对对，哇！光是听到这句话，我们就真知道说，真的是恩典用不完。是啊，是啊，真的，真的，水晶的恩典用不完。那今天有看到这一集节目的观众朋友呢，我们也求上帝把这样的一个恩典呢，都分享在你们的身上。因为你知道福杯满溢哦，我听那个寇绍恩牧师分享，什么叫福杯满溢呢？就是一杯杯子的杯子的水，当它溢出来的。是我们要把溢出来的这些祝福跟这些分这些福分呢，也要同时分享给我们周遭的人，对对对对对，因为你溢出来的越多，你给出去的要越多。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喜欢奉献呢？对啊，当我们越分享越奉献的时候，其实从神而来的恩典是一直加倍加添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水晶有没有这样的感动？有对啊，所以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我的美食。是。对，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的杯子满出来的时候，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还有每一个人的财富都不太一样哦。对啊，当你有的有需要的人，我也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把这样的爱哦，所谓的分享出去，不一定是金钱了哦，是，就是把我们的所学的知识尝试哦，就像今天水晶老师他把他的做料理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毫不藏私的哦，哈、哦，就是这样的分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对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福杯满溢的作为哦。那还有爱，你看他从对牛的这样的爱呢，你看他对一个宠物狗跟着他十几年了，十年了，听说十年就等于是100岁哦。没有，他14岁了，他4岁来我家，所以他现在100岁。100岁，对，所以我也是第一次遇到100岁的狗，他算不算人瑞狗啊？对，算狗瑞，一个狗瑞狗。对，对哈、哦，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对啊，是。那个我们除了油，还有我们今天的这几道料理之外呢，水晶老师有没有特别要来跟我们观众朋友特别分享的你的感动，或者是你信主之后呢，做了这些料理呢，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经历？例如我来你这里2次3次，都有遇到同一个客人啊，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哦。听说那个客人都把你的厨房当成他的厨房。哦，对啊，我来到，我也好羡慕他，我也希望我每天都来。我来到青浦开店之后，我的客人就常。他是先来我旧的店，然后后来他就每天都来我家吃饭。是，对，他就说啊，有你这间厨房真好，真的。对，然后我们就像朋友一样，他把他的喜怒哀乐都会跟我分享一下，这样子。是，对啊。但最近我的客人已经要去日本了，所以我也是每天都为他祷告，希望他带着上帝满满的祝福，然后安全到日本。是，对啊，这就是水晶厨房的爱跟温暖哦。为什么我特别带这一段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的家就在桃园，在这个是青埔，对，我老是讲不出这个名字，因为我是外地人，对不起哦。对，青埔这个地方呢，你刚好就住在这个附近，有空呢，欢迎你来拜访我们的水晶厨房，对啊，来见见我们的水晶老师，来认识他的生命遇到耶稣之后多么的美好，是哦。当他的生命遇到耶稣之后，他的转弯，从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到完全会做这么多的创意料理，跟这样的爱，怎么去分享给他的客人？他的客人又如何愿意每天来到这个私厨，把他当成自己的家、自己的厨房？是因为你们彼此心意相通，也因为你眷顾着他的胃，就好像我们眷顾神国的事，神就眷顾我们的事一样，对不对？啊，所以你的对，所以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你的客人，水晶厨房的客人要来分享？一句什么样的话？
就谢谢你们大家一直都支持我，对，然后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样一起可以走进教堂，因为上帝真的太棒了。走进教会哦，对，走进教会里面，对，对，因为上帝真的太爱我们了。在前几天我听了一位正路长老的分享呢，他说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哦。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哦，真的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创意料理，把我们的心情呢，把它抒发在我们这些创意料理上面呢，也来安慰我们自己的心，也来安慰别人的心。是，对啊，没错，让水晶厨房也能够透过耶稣的爱，让他透过这些美食来更爱我们。对，好不好？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下一周我们再见。我们今天的水晶厨房的这些美食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十架电视台的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请打十架电视台的电话，还有到水晶厨房来预约也可以，只要说你是十架电视台的观众，他会特别招待你一份料理。是，对，因为我们都是同是耶稣的子女，对，感谢主，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